다르시는. 에? 你还没加我呢吧？加你干嘛呀？有什么事儿咱好联系啊。哎，来来来，加一下，加一下啊！摇一摇，很快，很方便。哎哎，有了，奔波棒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《西游记》里边有个鲶鱼精就叫这名，你还知道这个呢？我们小时候都特别喜欢看这个。我还记得那电视里那个鲶鱼精说：“我叫奔波霸，我叫霸波奔。我”我特别逗，看的可好玩了。我能记得公交车是啥事都快到了，何必呢？陈毅。嗯。咱们新家要给你的房间到时候漆成粉红色，你喜欢不喜欢？我能说我不喜欢吗？当然可以啊。那不喜欢会怎么着啊？你可以挑啊。都有什么色儿啊？那多了。那这么着吧，下次我单独带你去啊，找那漆工，漆工手里有一色卡啊，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颜色。哎，小叶，嗯，你先把门关上。我想跟你说两句话。很快，今天其实挺难得的，第一次咱们还有这么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。我知道你可能，哎，对我有很多想法。我也从来没有奢望说跟。你的亲爹相比，亲爹毕竟是亲爹嘛。我其实只想跟你像朋友那样相处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毕竟是你的继父，但继父有继父的好处啊，对吧？你比方说你亲爹亲妈有时候不答应你的事儿，你可以来找我。你挺是个聪明孩子，啊，你这句话记住了。这话怎么理解呀？这话，就说你有想办，你办不了，你爸妈又不同意，或者说你有什么特殊的要求，你懂的。好，慢点啊。哎，晚上见。再见。